国画基础笔法。在国画中，笔法最基本的原则是以线造型，笔尖为锋，中锋运笔要直笔端正，笔杆垂直于纸面，侧锋运笔需将笔倾斜，笔锋偏于墨线一侧，漏锋运笔以笔尖着纸，收笔时渐渐提起笔杆，露出笔锋，藏锋与漏锋相反，将笔锋折回，藏而不漏，顺锋，笔杆倾斜的方向与行笔方向一致，逆锋，笔杆向右前方倾斜，行笔时笔尖逆势向左推进，回锋，落笔时折回，将笔锋藏于线中，要勤加练习才能掌握好笔法哦。